长得丑丑的。你过来抱过来我看一下，你过来抱个。能不能行啊？多可爱的，你多像玻璃小设备吧，你就不是料理啊。你他在外面他也没饿死呀，都没吃呢就。这是谁送给你的吗？还是咋回事？捡的。你咋能捡到这么好的狗了？你跟我说。就捡的，真的捡的。这狗长得像那个偷家上那个黑熊，长得丑丑的，这是有点像熊。这可能是大型狗，我跟你说，这可能是那种大型犬，我跟你说。大型犬才好呢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非要养狗嘞？我想养一个，就不一直想养狗，说嘞，我想好长时间了，一停就把我，一停就打我。这是不是别人人家养的那种人家的狗？真不是。那野狗能长那么好啊？你看长得肥嘟嘟的，你抱过来看。你让我抱过来我看一下。在废弃的地方捡的，在废弃工厂里捡的。哪个废弃工厂？你去哪儿了？我本来去找我同学嘛，废弃门工厂门口那有两只小狗，我捡了。那一只呢？那一只我给我同学了。你同学抱回去了？肥，那个时候我见我同学要肥的，他说他要瘦的，那我就拿肥的。你非要养是吧？我就要养了，我一直想要很久。那你养吗？养吗？养吗？你不让我养，你就打我，你就骂我。好了，已经给他做了驱虫。糖豆，糖豆，让他记一下他名字。糖豆，糖豆，过来。糖豆。呀，底下都疙瘩。你扶住他，扶住他。往里推，它不会吃。你继续走。那我喂来，我喂，好吃的，赶紧来。不想吃，去尿尿，去尿个尿尿。妈妈给你拿好吃的。嗯，去吧。啊，你自己去，你自己去，去啊，你去尿尿，好，去尿尿尿尿尿尿，尿尿完了给你拿。嗯，好，好。哎呀，真棒！来，赶紧来。哎，我们糖豆好棒呀！今天早上到现在一次都没有往地上尿过，全都尿在厕所了，一次没有往地上尿。所以你教他的话就是有用的。尿尿吗？憋不住了！哎呦妈呀，憋不住了！快点快点，快快尿尿急尿急，快快快快，着急着急！哎呦妈呀妈呀妈呀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哎呦，把我娃憋的，憋坏了吧？以后尿尿就叫我，听到没？我就知道了啊，你一哼唧我就知道了啊，真棒！哎呀，没有尿床，真棒！哎呀，